阴茎按摩如何提高性能力，解密泰国燕子卯助男人维护雄风于不坠。男人年纪大了，与年轻时候的性欲比较相对减退不少，虽然他们仍然对床事兴趣勃勃，却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说有的男士还因此自暴自弃，对着另一半不来劲，像被废了武功似的窘态毕露。早前某著名中医曾再三呼吁说，男士年纪大了，房事次数可以减少，却不应该完全放弃。他说如果完全不上床，久而久之，那画儿就会因为疏于操练而变成没有战斗力的攻击。这个道理与机器年久失修就会变成废铁一样。另一方面，男士的独门武器不管有无使用，也会因为缺乏保养而变得迟钝，即使勉强派上用场，也会开始不听使唤。武器不能用，不好使，可是大事情，那该怎么办呢？要防止铁器和铜器生锈，可以涂抹润滑油。那么对于男人的宝贝来说，又有什么润滑油可以发挥类似的保护作用呢？近年来，从泰国进口的燕子卯产品据说便具有保养阴茎的作用。学术权威已经发现，燕子卯产品可以用于两种形式，其一就是制造成保健食品静力加胶囊，其次就是再把它加工提炼成制成凝胶体，以备外敷之用，它就是威特猛草本按摩凝胶。燕子卯的植物成分虽然与坊间一些壮阳药物相似，它的作用却是温和的，渐进式的，当然也不伤身。从泰国进口的燕子卯含有很高成分的类黄酮和糖基类黄酮，所以自古以来，原产地泰国北部清莱府高原的人民都晓得用它来提高性生活的素质。类黄酮和糖基类黄酮能促进血液流向男性生殖器官，也具有抗菌、抗躁动、抗过敏、抗病毒和抗血栓等作用。另一方面，燕子卯又含有抗胆碱之酶，这就意味着燕子卯这种野葛类植物可以提高体内的乙酰胆碱水平。乙酰胆碱则被认为是增强勃起功能和记忆能力有关的化学物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威特猛草本按摩凝胶气味清香，不油腻，适合各种肌肤，且无任何毒副作用，可长期使用。男性朋友都知道，性生活之后阴茎的韧带和神经都相当疲劳，使用按摩凝胶按摩阴茎，对阴茎根部的韧带、神经、腹股沟管按摩，会刺激改善血液循环，能尽快恢复睾丸和阴茎的疲劳，这对于恢复阴茎根部与睾丸周围能量效果极佳，可促进血液循环，让下肢血液回流更加顺畅，使阴茎得到血液，有效地提高男性朋友的性能力。男性强筋壮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全身的，特别是下半身阴茎的血液循环。一旦血液循环不良，就会在身体某处发生血液淤积，引起问题，从而造成人体精力和耐久力的下降。用草本凝胶按摩阴茎，可改善神经和血管等的活化性，因而使体内新陈代谢活跃，改善血液循环，从而有助于延长勃起时间，提高控制射精的能力，对缓解精神压力有很大帮助，让男人在性爱时发挥得更游刃有余。只要每天早晚各一次，把它涂在阴茎轻柔按摩1至3分钟，能提供卓越的保养作用，达到血液循环的效果，持续使用更见效果，按摩过后也无需清洗，就像润滑剂一样，对阴茎没有伤害。威特猛草本按摩凝胶与威特猛静力加胶囊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我们期待着您的惠顾。希望本文能给您帮助，如果您喜欢本文，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点击右上角分享到好友圈吧。